注册仪式，大家都为咗我哋呢几日不停咁样奔波，不停咁样担心，我都觉得非常之过意唔去。我喺呢度想再次多谢大家对我哋嘅关心，但系我相信我一定可以有幸福快乐嘅日子，无论将来发生咗咩事，我都会同你 Tong 我亦都好想多谢各位亲戚朋友，同埋好多唔相识嘅同路人嘅祝福。我好多谢你哋冇受到呢个社会嘅气氛影响，肯聆听我哋嘅声音，去相信我哋。喺呢个时候，就算喺风雨动荡，其实我同我太太冇谂过一刻系会放弃过大家嘅。赴汤蹈火，我会用一直用呢个心去陪你走埋。 走最远嘅路，永远都咁爱你，同你一齐白头到老，核爆都唔会分开。冇谂过会结唔到婚嘅，系啊，就算核爆都好，我都会同佢结婚嘅。香港。 喺近呢10年8年咧，其實有一份愛係已經慢慢消失咗。喺呢一段咁短嘅時間，我係見到呢一份愛係慢慢出現翻，所以其實我係好感動。同埋我想講一樣嘢咧，我知道記者真係好辛苦呢一次。多謝記者。多謝曬你哋。 系开心嘅事，系辛苦晒你哋今日嚟，辛苦晒，多谢你，系啊。